你吗？你抓到了，两位，双翼风飘。哎、欸，两位，两位，我记得我有了，我看看。哎，机会不等人，我要刷掉了。啊，我都有了。好。马尤达拉库德米纳。冰鱼龙影，冰牙龙影，双翼迷你。影影影。对啊，突然哪天如果布布又跑过来让我摸、让我抱的话，就故意抱在薯条面前让他看，他一脸你这婊子怎么又回来了。好啦，我就挂台钻被窝，我三点半要出门工作。好，感谢你，早点睡，晚安。哦，你是说那个什么睡龙狩猎五十头有飞机头的称号那个吗？对啊，类似。牛龙鱼。吃茄子吗？你要吃煮到那很烂很烂的我才敢吃、欸、那种入口即化的茄子，那个怎么才敢吃？炸茄子还可以。哎、欸，那应该还可以。东西拿去炸都可以吃。蒙牛龙迷你，冰鱼龙大饼。牛龙大金，大丈夫ですか？如果炸的再不行，就是在炸的上面加镁粉。哦，那这才行，加镁奶。要的话，我抖一罐给。一箱一箱沙小，不要！原来你是要问这个、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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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抖一箱茄子是沙小，不要。可惜哦，要有人吃啊，很恐怖哎、欸！而且男生又不需要茄子，你要抖给杰克吧？哎、欸，我冰牙龙哎，大金哇！哎呀，就你了，就你了！终于，我也可以，可以不删你好友了。你要感谢姐姐超啊！那我删你好友好了。好，好，那我去弄巨魔了，你们两个打吧。都弄中鬼来！你叫 Nice 怎么办？我们打一打剩三个人呢、欸。我们刚刚也是三个人打那只雷狼啊。啊？啊？没办法、啊、我要帮你们打，不能打、啊。不要再说。干，你又不玩麦块。
我有玩啊，但是就是没人陪我继续玩，我就不想玩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啊 ，Teddy 妹就听到哥翻新台的声音是你吗？不是，你就开台都要用这个声音？哈什么？然后他说：“哥要吃宵夜吗？”不要。哦，看到他了，都给杰克。杰，我不是说男生用不了茄子这东西吗？我是说用，不是吃。那杰克要这样吃也是可以啦。你有种？你们家有种什么啊？我蛮喜欢吃。我想想，你是蔬果农还是蔬农？感觉是蔬菜的。我想说，我比较喜欢吃像小番茄啊、飓风葡萄啊、草莓啊，还是什么的。我比较喜欢吃水果类的。吃水果。对啊。啊，所以真的不来哦。啊，我已经在巨魔嘞。哇。好啦，看来你要损失三个好友了。八八八八八。你只剩下阿汉跟江江了，还蛮严重的。你想就干，想吃啥？想吃啥？讲啦，水果类的啊。你到了吗？我看不到在哪里。在上面。哦，我在你旁边了。啊，麦斯也到，麦斯来了。嗯，怎么都不大、啊，看起来不怎么大、啊。装。那等一下刷什么巨魔？先刷哪只？就一样垃圾。什么垃圾只？普通的垃圾啊，看到什么刷什么吗？也算吧。我也把它交出来了。现在需要的都是生属性的东西啊。所以是哪些？哦，你说风飘那些哦，他可以是撞，我知道，我勾不到他、啊。我来了，我跑过来了。看，又跑出中间，哎，在靠墙靠墙，好棒好棒。我想去做雷射手术，哎，还没中，那不想雷射什么？眼睛啊。我也想你不想戴眼镜，好烦哦、啊，很多时候很不方便。像比如说洗澡前大便，在犹豫要戴眼镜还是不戴眼镜，然后吃泡面有的没的，戴口罩的时候，对啊，戴口罩的时候为什么要犹豫要不要戴眼镜？会有那个、啊、你鼻孔突出器会有那个啊，荧幕又不是眼镜上面会有，对啊。最近有看到有人也去做雷射，说好就眼睛上会有一层膜，慢慢就是要把它剥掉啊什么的。可是雷射完会有半年不能玩电脑、欸。哈？半年吗？我妹是半年啦、啊。她说最少都要三个月不能接触荧幕那些，因为怕，因为你雷射完马上接，它会再退化回去。哇，完了，那不要好了。我妹那时候半年都戴太阳眼镜，然后没什么看手机，虽然她还是会偷看。那我还是戴太阳镜好了。我不可能不用电脑啊，不用电脑就死了、欸，我就饿死了、欸。对啊。
哇！对，这就是比较尴尬的地方。就看你怎么取舍。嗯。说不定你去用的那家医生跟你说没关系，可以看。你妹是多久了？我才用了。多久前？一年有了，应该是去年用的，他刚毕业用。很近哎、欸。对啊。他大学毕业就去了。我那时候原本也在考虑要不要用，只是我有点怕。我很怕动眼睛这个东西耶。对啊，我很怕瞎掉。对啊，而且我画画，眼睛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耶。我还想活着看到猎人的完结篇呢、啊。不用了啦，早就完结了，太阳知道就完结了呢。好，可以。那也要看航海王的完结篇啊，这两不用了啦，快了啦，快了啦。就是因为快了，只要看完啊，你不能。我可以念给你听啊，可以想象啊。不行啊，想象没有画面啊。你瞎哎、欸，你瞎了之后，你的触感会大幅提升。我帮你吹触感大幅提升 up。好。你用摸的就知道这个颜色是什么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很棒？用摸的就知道颜色是什么，是真的吗？对啊，比如说红色，你摸下去就是很烫，有没有？哇，这样我的色弱就改善了，好棒啊！对啊，你就不怕，你就不怕用到回家球了？好削哦！对啊。当摇杆那个类比摇杆它在滚的时候，哦，这个是烫的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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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捕获球。啊，然后发现，哦，超烫超烫超烫啊，这个是热影。撞墙，给他撞。什么眼睛长在手上啊？这个给你，再见。你给我什么？古代龙人大票据。乌头的。biu。沉水镜。哈哈。我听一下你的比较好。
中了。烂。还有机会了。嗯，没勾到。我下来，我下来。怎么有？断。被吼住啊！哦，我想说你会放地洞，不是我好意思被吼、啊。比喻太快哇、啊！没关系，我还有地洞。哎、欸，不是啊。耶、yeah ！千载难逢的猎人，然后下一个版本，真正千载难逢的猎人。话说我要到21号才能发，你看你活该，不能花钱了吧？欸、靠腰只有三天呢，你只有三天不能花钱，总感觉很快啊。啊，巨魔，巨魔。跟变道具。所以你打的小垃圾是什么？力战飞雷啊！哦，参加？什么幸灾乐祸好吗？我哪里幸灾乐祸？哎呀，你不是去睡觉，你还没睡？我知道你需要我来了。耶、yeah ，挂着。啊，不是钻被窝，还在那边打字，就好好睡觉、哦。找时间去，我要去跑信用卡车。啊，我通常跟别人讲说找时间找时间，后面就是都忘记。我说我啦。好。嗯，哎、欸，你有麒麟哎、欸，我叫出来。哦。啊，你们两个有要来吗？等一下、哦，在那个。哇！
等他自动昏迷。哎呦，好棒哦！我今天也是七点去健身，然后九点躺在床上，等他昏迷，昏不了哎，反正感觉精神真的都来了。回到家很累啊，可是躺在床上不知道为什么精神都来了。没有啊，不是啦，是因为我之前健身回来就是整个虚脱，真是躺在床上直接睡着。可是这一次没有啊，躺在床上反而是还很有精神呢。哎、欸，蒙牛龙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别变了！别变了！我上不去。我天哪！越想骑乘越会失败。容忍呢？在我旁边，直接蹦出来。纯水晶。
怎么没看见 Nice 啊？不是进来已经五分钟了。刚去抓毛细迷你。啊？小的毛细。哦。我把它电麻了。猛龙老。快行贵不到你觉得熬夜的定义到底是什么？晚上很有精神不睡觉叫熬夜，还是很累的时候硬要撑那叫熬夜？很累的时候硬要撑吧。对啊，像我现在就是不是现在啊？不是啊，你有办法一天睡一个小时，当然就不算熬夜了。一天睡一个小时，哇！你有办法的话就行。我朋友一天睡三个小时就饱了，他根本不用睡太久，超夸张。对啊，有些人的基因真的可以这样子哎、啊。我以前他那根本不算熬夜啊。我以前是可以的，可是后面真的会睡回来。我大学的时候可以。对啊，以前想一下，22、23岁的时候，真的一天睡两三小时可以饱、啊。现在根本不行。然后持续半年，半年后全部睡回来。没有，我持续了4年，好爽。哇。年轻真好。没有啊，没有说我了。哦，你过头了。说我滑过头。
张了。就是这个墙。死了。我先去捡。好像也要一般猛牛，我那么低。你好啊，大家。商量一下啦，撞一下。他这个跑上去什么意思？他叫跳崖哦。看我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、他是哎、欸。他是真的想跳崖、欸。领头牛。猛羊龙。猛羊龙。哎、欸、我好像还没有出过羊。哦有金羊我也想不到了。
咔操！哎，牛没有照到相啊！